二三，我要开始抓人了。等等，我们还没藏好。我藏，我藏。哎呀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要变成游泳圈套在小贝的身上。我藏，我变成游泳圈，小贝姐姐肯定不会怀疑我，哈哈。我藏。叮铃，时间到。啊，大家都藏在哪里了？那我先玩一会儿。啊，好冷啊，怎么突然刮风啊？啊，风要把我带去哪里呀？啊，我好像听见熊妹的声音了。熊妹，快出来吧。啊，都怪这个风，不然小贝姐姐肯定找不到我。对对对，终于找到第一个人了，其他人呢？小贝姐姐，你又不游泳，为什么一直带着游泳圈呀？哎呀，熊妹，你说什么？糟了，又被发现了。熊妹，你不说我都没发现，我今天出门都没带游泳圈，什么时候身上多了一个游泳圈啊？熊妹，都怪你，不然我可以藏到最后的。哼，还剩一分钟，哈，小贝一定找不到我。小雪和魔王呢？他们藏哪里去了？风里都没有椅子，怎么有一个遮阳伞啊？对啊，一定是黑暗魔王或者小雪变的。我烧、啊！你们怎么找到我的？哼，不告诉你，就差小雪了。奇怪，小雪去哪儿了？哈，大家果然找不到我。倒计时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小雪藏哪里了吗？快告诉我！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